萧敬腾给向太录视频宣传，喊向太妈咪。网友说，短短十几秒的视频内容包含情绪、做作、娇羞、油腻等，还咬了一下嘴唇。此视频不仅引起吐槽，还引起抖音的争相模仿。妈咪，我真的想把抖音玩好，直播就要玩抖音，好不好？谢谢妈妈。